各位朋友好，欢迎收看马面人剧场。大概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，我在 IG 线动上发了几则投票，当中有一篇呢是铁兔小骨的 Persistent 与 Memphis 黑豹的 Silas 这两个小骨的投票。黑豹小骨呢以164票选胜，因为我自己有一颗 Persistent 实际上6半的小骨，一直以来呢我觉得它的表现相当不错，声音很中性，打起来很好操作。但因为这个投票的结果，我就好奇了 Manpad 这个小组了。想不到两天后呢，台湾的 Manpad 应该看到这个投票，表示愿意借我这颗小组票不对。在事故后呢，决定来拍一个不负责的两颗小组不对影片与大家分享。
你比较喜欢哪颗小股呢？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马面人，马面人剧场，下回见，拜拜。